的一个方式而会造成了打击状况不理想。因为我们呢其实也看过除了像张政委这种手被针对的之外啦，比如说像是美国之棒啊，那个老爹 David Ortiz 啊，或者是这个 Howard 这种强力的左打的时候，基本上通通三个内野手都守到靠二垒垒包这边来了哈。对，游击跟三垒这边完全没有人的这种状况，再这样子针对他们手准备。哇，没有出棒被三振。张镇伟啊，连打好几个界外球之后，这个球竟然没有打，结果遭到了三振，形成两出局。前面都打那么多界外球了，哇，这个球主要是压低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个直插球，哇，这个大概自己没选好，因为直插球以这个高志刚接的位置看起来应该是偏高，对打者是有利，跟自己